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。 我们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，常常会做这种反应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所以呢？然后呢？来表示我有认真听你的话。那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就是在与外国人说英文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反应，所以只是回答 yes yes 的时候，没有吗？没有就算了啊，不是，在学外语的过程中，总有一天会遇到这种情况的。所以今天就来看一下，让你秒变韩国人的六个魔法句子。对了，今天要学的内容表情非常重要，所以先叫醒一下自己的脸部肌肉。首先是最基本的 네 네 응응，相当于中文的嗯嗯，是的是的，好的好的。敬语是 네 네 네，朋友之间使用嗯嗯嗯，想要撒娇一点的话就是嗯嗯嗯嗯。在这里最重要的是，声音不是用嘴来发，是用脖子来发，嗯嗯嗯嗯。然后就是请假呀，真的假的，真假。说请假的时候，表情跟感情也是非常重要，尤其是跟自己的男女友说话的时候，即使懒得听也要有感情的回复，请假呀，请假呀，真的假的，而不能说请假呀，真的假的，他马上就。接下来是啊，그래，哦，是吗？好朋友说他有了男朋友的话，你就可以说啊，그래，啊，그래。坏朋友说他有了男朋友的话啊，그래，啊，그래。接下来是只要对方说了很惊人的话，意想不到的内容的时候，都可以使用헐대박。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，说헐的时候眼睛要睁大，然后要停顿一下，헐대박，헐대박，不可以헐대박，헐대박。接下来是为了让对方感觉到你很想要知道他后面要说的内容的时候，就可以说그래서，그래서，然后在他说了结尾之后，你就可以说그럴줄알았어，그럴줄알았어，或者是진짜헐대박。接下来是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表情也是非常重要。如果睁大眼睛做惊讶的表情的话，就表示你很惊讶，但是如果没有表情或者是做不屑的表情的话，就表示你听到对方的话后现在非常生气。我有男朋友了，뭐라고뭐라고，他也认识你，뭐라고뭐라고，是你前男友，뭐라고뭐라고。最后是最近年轻人用的比较多的오인정，在你觉得对方说的话很有道理的时候，就可以说오인정啊，吃面线的时候一定要配甜不辣才可以。哦，그건인정。哦，그건인정。Dan，现在有时间吗？嗯嗯，我女友怀孕了。진짜？嗯嗯，而且还是双胞胎。헐대박。啊，今天有去见她。哦，그래서？我们决定下个礼拜结婚。뭐뭐라고？你会来吧？아근데다음주시간이没有你就没意思了。哦，그건인정。总之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下秒变韩国人的七个魔法句子，希望大家以后使用韩文的时候，不要只是回答네네，嗯嗯，尽量使用看看今天学过的这些句子，让自己的韩文更上一层楼。不怕你说错，只怕你不说。인정。